好，我去不去狼会玩？不去。那鞋吧，交给你了。好，小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今天我们这个车好像又去搞年检是吧？不是，搞首保保养。一次保养是吧？对，他已经打了几次电话给我们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超过3个月了嘛，再不保养的话他就过期了。等一下。第一次应该是免费的吧？对。每次这里倒车一把还是过不了。还有几个单子没贴？啊，我来贴吧，还是？你把这个包进去吧。啊。差几块钱？呀，今天多打个六单。嗯，总共是一7000单了，反正今天只出货。现在国际油价多低了啦。现在我们开到对面去洗车啊，加油免费洗车的。啊，刚不知道小姨在这里上班，说个好，接个半了呀。哇，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会洗不？撑的，就是个撑起来哟。嗯。撑了弄下地啊，然后都要撑两天。要把那要那全身全身一样了，撑的。这个垫子洗了会不会不得干呀？洗干净再干嘛？人工洗车还是好一点哦。对啊，里面放了清洁剂的吧，这样子才洗得干净。
辛苦了，姨啊。在我的过眼睛，穿着这个，嗯。买两后面有好多吃。刚刚我们在这边加油啊，加了170块钱，然后说免费洗车嘛，刚好就碰到姨妈了。本来我们只有一张票，一张票的话就只能洗外面嘛。现在姨妈帮我们把车内的卫生也搞了一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好，啊、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县城了。我们刚刚才到这个县城啊，把那个车子放在 4S 店做保养。现在是中午嘛，大家都吃饭了。小溪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想吃煲仔饭。去找一下吧。香塔塔煲仔饭是吧？你想吃这个煲仔饭呢？行，你吃这个套餐还是这个套餐？它两个组合套餐的话便宜一点，一个土豆烧排骨，还有一个香辣鱼柳。你不会喜欢吃牛肉吗？这边就是一个下饭黄牛肉，好吧？就点这个吧，就点这个套餐，50块钱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在这吃的话是要加一个打包费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场，没有那个碗，拿去打包碗。嗯。哇，这么快。速度好快啊！来吧，试试吧。你先试吧。这个应该是黄牛肉，这个是那个鸭杂。这应该是他提前做好的，怎么这么快哦？你不是爱吃牛肉吗？我吃。一起吃吗？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一直接着吃煲仔饭，多吃点啊。这么大一块。还可以啊，蛮有嚼劲的。这个你这个鸭杂。嗯比较辣啊、哦！吃一下这个牛肉，牛肉还是比较大块哦。它这个牛肉那个是先炒过之后再蒸，所以比较软。这个米饭蛮香的。你的饭够不够？今天早上吃的比较少，有点饿了。看，这个牛肉嘛，家里都没有啊。这还有个咸蛋。这鸭肠也可以，我们家。这个应该是那个鸭翅，我觉得还是我这个牛肉好吃一点。贵一点，你这个黄牛肉要30，我这个比较好吃，还蛮下饭的。你还要不要加饭呢？加一点吗？加了吗？别不加点。我等一下再加吧，你先吃。哇，你还这么多？你加的菜了。你看我都已经吃遍了。加的菜嘛。因为我吃菜吃的比较少，吃饭吃的比较多。小贤，你看一下我的光盘行动。吃饱了没？那必须的。接下来就看你把这个吃完了。我就静静的看。你。看不下去了，你还是喝点水吧。哎，你不是很吃辣的吗？被这一点辣椒你就辣倒了。
好久没吃这么辣的，鼻子都辣出来了。吃完了，吃完了是吧？走，去看看那个车子保养去。今天的煲仔饭吃的怎么样？好，下次要不要再来体验一下那个舌尖上的味道？那你的菜还是好吃的。那个味道确实正宗一些哈，湘菜。不过贵一些呢，价格贵一些呢。还好啊，我记得我们上次点了个黄牛肉吧，它那个皮蛋吧也是63块钱，我们今天我们两个。